蔣天龍先生自己件事，查成點啊？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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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冇理由俾翻姓蒋嘅，我点都要俾翻佢嘅。你明得噶啦，我明白。但系首先，我哋都要揾到人出。我哋明明就喺度揾紧一个鬼头仔，无啦啦就扑出个私生仔，究竟想点啊？喂，揾私生子同揾内鬼系两单嘢嚟嘅，我又唔系咁睇啊。内鬼同私生子真系可能有关系，甚至乎系同一个人添。会唔会好似啲电视剧集咁样？ 个私生仔咧走嚟揾阿霍俊星报仇，攞翻佢应得嘅嘢咧。喂，咁好大剂！绝对有咁嘅可能。蒋天龙失咗踪之后，霍俊星就接管成个赌场，仲做埋赌王添。如果你系蒋天龙嘅私生子，你又觉得你老豆失踪唔系意外嘅话，你会唔会翻嚟查下？呢条友已经可能进入咗俊星里面添啦。如果揾到佢，就一串都光晒，咩谜底都可以解开。咁啊好咯，即系揾一个人就够啦。 喂，食嘅仔，唔使咁乱啦。喂，阿大哥，我哋开紧会噶，唔好玩电话得唔得咧吓？我唔系用只耳仔玩电话嘅，你哋讲紧私生子啊嘛，我哋除喎。你哋除？我觉得你喺度挂住沟女喎，成件事好似唔关你事咁。阿哥，喂，老二，喂，成件。喂 ，thank you。 话事话，你唔赶住完成任务走人，但系我哋系好心急噶。系啊，我真系帮足到最手都粗晒啦。系咩？哎呀，其实我都喺度做紧嘢噶啦，你睇唔出嘅咩？哇，睇唔切嘅咩？我净系睇到你喺度沟女啫。你哋谂下，如果我沟到霍希恩，即系有机会埋到霍俊星身，咁我就可以偷睇到佢部电脑，咁就可以知道赌场里边嘅消息。 咁系唔得，我一个先可以做到啊！沟女沟咗咁耐，你查到啲咩啊大侦探？啊，亦都需要时间嘅。二仔咁大个人，仲有分寸噶啦。有我在，冇意外喎吓。喂，开完会啦嘛，我走噶啦。兄弟，饮杯，等紧我。顺利啊。OK， 系咁先。嗯。 哇！咁成只女鬼咁啊，我咪叫咗你翻去唞佢咯。你唔好话俾我知你成晚冇走过啊吓！我睇咗成晚啊，都唔知买咩好。你副咁嘅尊严，点会赢钱啊，小姐？咁我真系唔知买咩好嘛？我几个输埋呢一千蚊泥马，我就乜都冇啦。咁你咪谂住成世揸住一千蚊泥马，咩都唔做啊？够钟啦，就嚟。 行啦，咪即系摄真鬼又嚟啦！星哥，已经揾到嗰张相系喺边间影相铺影嘅，不过跟影相铺10年前已经执咗粒，个老板3年前亦都死咗。咁即系话啲线断晒啦？咁咪未必，因为我哋查到当年系一个学师仔喺嗰度做嘢，做做下佢系冇做，而家佢系我哋唯一嘅线索。咁你要跟紧啲料线，仲有啊！ 要快过集中一，揾到呢个影相仔啊！呢个集中一，星哥你系俾钱请佢翻嚟，佢啊竟然够胆吃女扒我！佢梗系唔忿气我同司徒线咗佢一镬啦。总之条友真系麻烦啦。不过咁，星哥，计我话其实揾唔到线索咧，未必系坏事。你谂下，如果个私生子真系出嚟嘅。 佢一定會想翻嚟晉升分身家。
星哥，其實你係咪擔心個私生子知道係我哋做低佢老豆，會翻嚟報仇啊？冇咩好驚啊！條僆仔得一個人，邊度鬥得過我哋啫？如果你真係揾到個私生子啊，你暫時都唔好話俾死人聽。我明啊，其實我唔介意塞啲錢俾個私生子嘅，不過人係貪心嘅。如果佢知道佢自己係蔣天龍個仔，佢一定會諗住翻嚟晉升做接班人。不過晉升係我哋辛辛苦苦咁經營，就算真係要揾接班人，揾阿當都唔揾佢啦。係喎，李欣咧，我成日都見唔到佢。星哥，係你叫阿當去 MacLuck 嗰度將啲泥馬換現錢翻嚟噶嘛？你唔記得咗啦咩？咁你陣間幫我打電話俾余老闆，約佢聽日見面。小姐，諗住買咩俾啊？哎呀！喂，大佬，太陽伯伯出嚟啊！你再唔買夠鐘噶啦！唔好催我啦，唔知買咩？你睇你個樣咁冇信心，點贏錢啊？剁曬咁樣，你又教佢？我冇喎。嗱，夠鐘還夠鐘啊！你唔好再提水啦。我提佢夠鐘咋？嬲就有 power， 嬲就會贏錢噶啦！講咩有 power？ 得翻1000蚊咋？我講唔多啦，夠鐘啦！叔叔啊！耶！我有冇講錯啊 ？Keep住 angry， 就有 money， 就有 money！ 你睇下你揾翻曬嚟啦 ！Keep 住 angry， 就有 money。星哥，佢系你个女，赢钱有乜咁出奇啊？喂，你哋有冇放水俾佢噶？冇，爹哋好尽责噶，成日帮住佢，你放心。星哥啊，你教女真系有一套噶，教到个女咁有韧力，系咪想 train 佢做接班人啊？我就冇咁谂过啊，唉，我啲后生嘅，读完 MBA 翻嚟就懒叻咁，系要掟佢出去受下苦咧，佢先知道咩事。唔系喎，星哥。睇嚟阿當除咗讀書叻之外，賭錢都遺傳咗你，一樣咁叻喎。Angry money, angry money, go！ 咦，推曬啲籌碼，攞 lucky seven 喎。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艺人消息。